这牛多大了？老村，那个啊，确实是。哦，嗯，那个，就是跟俺们讲讲这个村儿不是过去叫什么什么村了，是什么了？这个村儿，村儿是哪里？村儿的哪里吧？啊，在这明朝交亲年间，啊，交亲啊。 交亲以前嘛，村里有石户，石户又找洼里找，啊，石户。后来呢，通过咱们，在哪里，就是混同乡，大刘石，移民，哎，移民，移到这里三十六户，建这个来了以后啊，开化种地，建这个村子。 啊，一开始叫滴水灶，后来呢，建这个城墙建不起来，因为呢地比较狭窄，啊，地比较软，啊，地软，哎，所以呢建城墙建不起来，建了个房子建不起来，啊，后来呢，因为说是有一根儿秤。 遇不到人活的呀，或者是什么？有个蛇，说是有知道传说的啊。有一个蛇，有一条蛇，有一条蛇了，它手走多了，不是弯弯曲曲的啊啊。它怎么跟好那个人手穿了的那个眼儿，盖着这个城墙。 实际好像有了弯度，它就有了裂度的嘛。哦哦，这个桥不是真的是弯弯的。哎，是弯的。哦，叫那个车子。名叫车船布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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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车啊，就车船的布啊，车来回走的那么。哦，车船布。嗯。哦。后来呢？啊。咱们从混同乡嘛，中国村那个。 根据这个抽船的原因，啊，车船部混乌年间，到这个万历年间嘛，啊，中国呢发配，就是往咱们边边移民，啊，哦，就是在这个明朝时候移这个民，再一个防止这个内蒙的这个的侵略，啊，所以修建了城墙。 这里呢，建成了村庄，啊，拍照有一个咸阳的，哎，总督，啊，也是带兵的，带兵了，哎，建了个村，套了，带领人民了，把这个村儿建起来的，啊，所以呢，改为了。 信阳交通，哎，这要交通就是驻大兵的，哎，实际上是五号就是部队编制，也是好民兵一样，拿起锄头来就是农民，哎，就农民，拿起刀枪来就是战士，所以就是这么个，哦哦，这个村是这种的，这就是信阳交通的来源。